直接挤在水杯究竟会不会溶？拿棒子搅拌，竟然不溶于水，太神奇了。那挤在水里还可以用吗？看看质地有没有被破坏，直接涂在脸上测试，还是让华盛好推。贴上胶带测试，是不是一样的轻薄透？粉底液挤在水里，不会破坏掉它的质地。